边先给你杀，我一边你一边，然后我们四攻一。前面小球给你们两个，还是你们要杀？你们先热一下。前面小球给你们两个，你们放小球不要一开始放太短哦。那我们杀不要一下子杀太快，反正你就先练中前的防守。OK， 反正前面就是小球几颗，那你们一人一边，我们四攻一。阿丹要去哪里？他要练单打，所以我们要先攻他一下。对，他先练单打，慢一点，不会太快，好，不要太多好了。杀，清扣，清扣，清扣，对。好，前面就是小球，小压一点，不要太快，让他跑起来。好，走。对，放好就好，对，小心你们的拍。对，上慢一点，对，很好，挡好，哎妈，正常挡，挡啊，挡，正常挡。好，我们上慢一点，衔接，转身要快。对，不扑我们啦，你们自己挑，自己挑，被动。对，你们不用蹲那么低。对，前面自己压一点点，对，不要太开。来，启动，左脚右脚，回去，停。你怎么站那么过去？等一下。虽然你猜对了，没有错。正常回来一点点，对，我要又跑过去了，来继续，来走，来防守，慢慢来，垫一步，对，速度不会太快，来，对，还在，又要脚自己前后站，不是只有蹲着，来防守，对，来。挥拍的时间再早一点，把它挡回去就好。因为你来不及，就不要用力抽。你来不及就直接拨过去。来，再来，防守，对，对，给你，对，没关系，慢慢来，很好，启动，好，防守，左脚右脚，可以啊，太近就右左脚一步没关系。对，来启动。对，给你垫好，垫好哦。对，给你。对，来继续发回来。哎，你捡了就可以发回来，没关系。来启动，只有跨那一步啊，垫出去。来，垫步要做。好，我的，我的。对。好，回去，对，启动，下球慢掉了，防守，哎，等一下，转身太慢了，发回来，继续打，继续打，发回来就好了，来，对，启动，可以，下球不够远，下球不够远。等你移动完之后，最后那个腕力要做，上来之后手腕，这个手要甩出来，手腕出来，哇，手不要打直，手肘微弯。来，再来，再一乱，再一乱，加油。对，放好，我好，给你轻扣就好。对，给你。对，很好，好，回去。你要站单打了，不，双打了，单打，要站在双打的位置了。来，对，回去，对，防守调好就好了。对，来，再来，来启动，对，来，没关系，继续。对，放好，放好，可以放好，来挑球，继续，没关系。对，基本上不是整只手，手腕痛一下就可以了，不用整个小臂、手肘都出来了。对，还在，没关系。都调好了，
对，好，我来，好，防守咯，右脚出去太慢了，给你，不是，没关系，来再发一颗，再发回去就，对，对，凹哦，我来。右脚都慢掉，你就只想左脚一步太近可以啊，看，对啊，不然没办法，太边了，你的左脚跨那一步也打不到啊。那我跨那步，你觉得我还挑得起来吗？不用挑，你只要挡回去就好，你都来不及，为什么想要用挑的？为什么把它挡回来？你比赛看人家来不及蹦，也给它挡回去。我就很怕人家又给我挑一颗那种。挑一颗平飞嘛，可是挡回来之后，你至少你还可以救到下一颗，因为不可能永远都是依赖左脚出来啊。对啊，你该转，那除非真的太近，当然是左脚一步啊。如果太远，你这样子可以吗？除非你的人比较高，那当然可以，因为你左脚一步可以。那真的有时候不行，还是会转身啊，必须要转身了、啊，不然你已经打不到球。OK， 好。换人吗？你们是十分钟换一个吗？还是你们要什么？可以，那你就再拉掉啦，还有两分半。来。后面给你们两个长球、切球，顺便热身。好，你的部分可以休息。对 ，OK， 谢啦。好，都可以啊，都可以啊，看你啊，现在加下次给都可以。完下周你们会来啊，一样哦。长球、切球、小球、挑球，四个球路。好，下次再给我就好。对，对，所以他们两个是长切，你的部分就是可以什么球都可以打，不杀球而已。哦，不用杀球，后面又给你们热身，长球、切球，对，来走，对，打完回中你要跑去哪里啊？停，你打完回中的部分要做出来，你打完又回到正中间的半场，你回到半场的正中间干嘛？对，打完回来中间，对，除非你另外一边跑得到了，哦，来，打完回来中间单打，不知道打单打，对，然后长球给他一个抛物线。给他一点时间，来继续，你要一分半哦，对，停一下，对，启动，又想跨那一步，来再来垫步，回去，对，啊，回去，对，给他一点抛物线，压太快了，往前送出来，拍面往前，给你，好抱歉，他切比较远，来再来。好，带好，走回去，脚尖，对，脚尖要出力，抓节奏感，对，回去，启动，很好，啊，没关系，继续，回中，对，你拍子会不会太斜？你有没有转出来？不是这样砍，拍面要转出来，对，来继续，对，还有三十秒啊，给一下。不会太累啊，撑一下。对，上。对，走。来，再来，又要你脚要自己动哦。来，看是谁要打你们中间的球。那个长球可以再伸一点，远一点吗？长球不够远。对，来追一颗。对，多推一点，多推一点。自己打快，人家下一颗回击的球速也很快。你不是打快，他自己没办法连贯。那你打快的意思是什么？对不对？好，休息换人。好嘞，来练双打，我们练我们的双打。对，防守，三攻一，先练防守，三攻一哦。好，阿当你在那边。